进行我们的序幕表演，我们也请表演单位请先就定位。月动屏东，翱翔如龙。113年，屏东县中小学联合运动会序幕表演。在场的所有的贵宾，我们各校的啦啦队，还有我们所有的选手、教练、裁判们，为我们揭开今年113年中小学联合运动会序幕表演。第一个团队是我们屏东县立体操队，由他们带来的 Shine Go， 请大家热情掌声欢迎。我们今天的表演要用流行舞蹈结合体操高难度技巧跟队形的变换，让竞技体操展现出不一样的面貌。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这一群爱动女孩翻起来。笑容，
是我们屏东县立体操队 Shining Girl 的精彩的美姿，真的是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分钟的展现，真的是太强了，很厉害，连这个敬礼的动作都这么的酷，这么的帅气了，重点是很优雅。是的，哎，还是有我们小女生的一个含蓄在哈，来，从选歌就看得出。真的借由他们的演出哦，让我们看到竞技体操哦不一样的一个面貌哦。原来竞技体操它不是只有比赛时候那一种刚的感觉哈，它加上音乐，加上这些动作是更柔了哈。把线条美感呈现得更加的优雅。大家都要去练体操哦。